听到吗？很清脆，很响亮，虫鸣声，大自然的声音。这里的一草一树叶片，一切都是这么的有生命力。你喜欢森林的宁静吗？那如果啊，你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时间、空间，还有你喜欢爬山，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一边。我好喘哦，因为爬了其实还蛮大段时间。我看到猴子哎，哎呀，刚跑过了，哇哦！